天哦，给那个参加云端的小朋友哦，我让他来讲一下，他今天最大的收获，他玩云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他说你没有玩。好 ，Zaki 有没有水志愿奖？好，来来，讲一下，好，来。就是那个他玩的时候，就是我的可怕性格。哦，就不会觉得啊，你刚开始上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可怕？啊，很可怕，你心里想什么？快点跑！可以啊，然后通过关卡之后，有没有觉得哇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倒你了，对不对？对哈、哦，好，来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再来。拜拜拜拜，优先他们有事情要先离开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好。来，再来哦！还有，我再开放一个玩 DIY 的小朋友，玩 DIY 的小朋友，他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心得哈、哦？来，洪明老师 DIY 的哦 ，DIY 的，一二三，我是杨子，好，小美哦，好，小美来，你今天觉得怎么样？你玩 DIY 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。哎、啊，你是有做钥匙圈吗？哎、啊，有没有画画？啊，下次还要不要再来？有活动要再来哈，好来。我们在五月份哈，母亲节第二个礼拜哈，我们有叫做气球花哦，用气球折成一朵花，可以让你送给家人哦，会让你送给家人。然后我们在七月份，我们又有夏令营哦，会带大家去玩，哇，很赞，对对，会带大家去玩不一样的东西哈。我们上次夏令营有做披萨跟水果茶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这次要做什么？好，我们这次要做可丽饼。披萨是冬令营吗？披萨是冬令营，对对对，哇，记忆非常的好。我们这一次要做可丽饼，因为你们在夜市可以吃到可丽饼。好，来，那再来，我还要再问一个题目喽，我再来问一个题目喽。好，洪明老师准备好了哈。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？我们这个环的地方，好啦，一二三，等一下，因为他们手都举一半了，好好好，来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来，洪明老师喊，洪明老师喊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一、二。你们都太快，我也看不清楚啦。来，一二三，我还真的看不到了。来，佩瑜，出国，好，出国，好，科学区，哇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现在我们来送大表，这个还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小朋友哈。你如果拿到，你可以去分享给你其他的小朋友，好。来来哈，我们可以来讲哦，好。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有认识新朋友？对。有没有认识新朋友？有哈，啊，真的有认识吗？有。还是为了糖果才认识的？是真的有认识，那很棒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呢哈，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背心？有。啊，我们是哪一间教会的？来，红兵龙，红兵来。嗯，啊，我们是基督教会的。放下哦，大家想好了答案了哈，他们想要分给他们的好朋友，大家想好了，来三，他们今天有交新朋友，妙玲先，好，你要把它分给你的好朋友，要分享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要分享哈，好，来再来，还有两个题目哦，再来两个题目哦，我们有一个粉丝团哈，我们叫做三一好好玩哦。所以回去的时候呢，可以请你家里的人进去我们的粉丝团，帮我们按个赞。我们今天的照片呢，哈，我们会把它 po 在我们的三一好好玩的粉丝团里面哦。好，那我刚刚有讲，现在是四月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母亲节的活动。那母亲节是做什么花？做什么花？来来，赶快哦，来，来来来来，好来来来，好好好来，没回答，好，来什么花？气球花，答对了，耶！来最后一个题目也是最难的吗？要最难的吗？题目要简单一点的题目，对不对？好，简单一点。
脸的不弱啊，漂亮哎，那怎么又变黑了？红色你有没有最害怕的东西？那你最害怕它，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克服它？哦，这个题目应该很 OK 吧？哈，来哦，最害怕的东西跟你怎么克服？来，一二三，记好了。来，你最害怕什么？马，还好不是妈妈，吓我。你是害怕吗？妈妈，好，妈妈吗？还是马？妈哈，是爸不是妈妈哈。那你觉得你怎么克服它的变成不害怕？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是不怕。你是爸爸，我变成不害怕。只会害怕爸爸。只会害怕爸爸。哦，给他吃东西，就是你拿饲料喂他，你就不怕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好棒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哈，我们不止小朋友有礼物哈，我们为每个家庭呢，哈，我们都有准备一个祝福卡哈，我们都准备一个祝福卡。那我现在先把它就是发给我们的那个家长哈，我们的家长来，我看看来那个。邱慧，你当代表哈，来啊，来，然后丽丽嘛，哈，丽丽，然后还有那个，哎，那个，来，等一下，这边，耶，我们都有一张祝福卡，来，这边谢谢，每个家庭都有，谢谢，来，谢谢。还有哪一个？还有谁没拿到？家长，好，来。小夏，帮我拿给小夏。对啊。小夏，还有什么？谢谢。我手酸了。拿手酸了。我手酸了。不要抱。看不到。看不到，你要看什么？好，还有谁还没有拿到？有。金老师，好，谢谢。还有谁还没有拿到？小乔。好，来，走。好，接下来时间我要交给那个。我们变成我们家长啊。那个校长，我接下来时间要交给你，帮我们做一个那个 close。好，来，那我们等一下。